易师傅，我问一下，你平常跟刘达的关系怎么样？啊，刘达，挺好的呀。我们还经常一块看球。啊，来，易师傅，你看看，这个人你认识吗？不认识。真不认识吗？真不认识。 他叫杨秀清，他有个儿子叫杨真。那就更不认识了。易师傅，刘达出事那天下午3点到4点，你在哪儿？那天是我加班，我一直在办公室待到下班。谁能替你证明？好，那天是这样的，那天刚好公司所有司机都派出去了。 就我一个人在办公室，不过门口那个孙大爷，他可以为我作证。孙大爷，对，您能把他请过来吗？好的，您稍等啊，我马上叫他。孙师傅，孙师傅，麻烦你过来一下。这位呢，就是我们孙师傅。 孙师傅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这位是刑警队的安队长。你好，你好，孙大爷，我想问一下，就是刘达出事的那天，也就是上周的周五下午3点到4点，您在哪儿？让你别说，你偏说。孙大爷，您就回答安队长的问话吧。怎么了？哦，安队长。 是这样子的，我们公司上班时间是不允许喝酒的。那天我路过办公室的时候，我看见小易在办公室里面偷偷喝酒，我也就馋了。好啊，你小子，上班时间你竟然喝酒！嗨，孙大爷，哎，进来坐呀，孙大爷。 坐，孙大爷。哎，我说，今天这事儿你可别说出去啊！好啊，你不让我说也行啊，但是，孙大爷，我给你准备着呢，等着啊。哦，真的吗？那太好了，那太好了。哎，我说这个酒啊，是您的最爱哦。你小子还有眼力劲儿啊，孙大爷。 这层楼今天呢，就咱们两个人，别的人都出去了。今天呢，咱们敞开来喝，全当过节了。来，好，我今天也陪你，哎，犯一回错误吧。哎，好，喝，啊，嗯，我跟他一起喝了一点，幸好那天我们公司的老总都去参加那个园区的开业仪式了，啊，如果我们被发现的话，我们会被扣工资的。你看，他让我别说，他自己说了。 我能问一下，你们喝了多久？这个，好像是下午3点钟开始喝的吧？哦，对了，3点钟开始喝的。哎，对，这小子没喝多久，他就喝高了。安队长，他的酒量不能和我比呀。来，哎呀，今天我们俩。 这是难得的机会啊！好久好久没这样好好的喝了。孙大爷，这不，您先喝，我小秘儿，秘儿，秘儿。真差劲！喂，啊，我知道了，好好。哎哎哎，邓总来电话了，快快快，找你呢，找你。
快去啊！哎，邓总，哦，他们都出去了，我车还在修刹车呢。哎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 安队长，你不会是怀疑我吧？安队长，我孙长江敢用我自己的人格跟你担保，这小子平时呢，杀鱼都不敢杀，哪敢杀人呢？不要误会，我只是例行公事而已。啊，这样，易师傅，明天麻烦你来一趟警队。哦，好的。 谢谢你配合。好，不客气。我们走吧。再见啊。啊，安队长，慢走啊。前面那个就是。阿姨你好。 阿姨，他得了阿尔兹海默症，就是老年痴呆了，什么也不记得了。阿姨是不是有个儿子啊？你说一直啊，他可孝顺了。阿姨，你还记得一直吗？阿姨。 坐吧，把袖子卷起来。好了，棉签压一下。 你可以回去了。嗯。谢谢你配合。你可以回去了。哎，好，谢谢啊。嗯，走吧。 安队，结果出来了。怎么样？一直和他母亲没有血缘关系。没有血缘关系。嗯。那这么说，那个不是他的亲生母亲。安队。啊。这都5点半了，你不是约了人吗？这不刚5点吗？着什么急啊？哦，我这钟坏了，慢半小时。晚半个小时。 孙大爷，
知道了，好好。哎，邓总来电话了，快快快，找你呢，找你，快快快，快去啊！ 安队长，哎，孙大爷，安队长，今天过来有事吗？孙大爷，我想问一下，啊，您平常都特别喜欢喝酒吗？也没有其他嗜好，就是个酒腻子，请坐。来，请坐啊，里边坐啊。坐，安队长。我是想问一下孙大爷，您那天跟一直在一块喝酒，您喝了多少？也就是三四两吧。 三四两，怎么三四两就醉了？哎，也怪了，那天不知道怎么一下子喝高了。不过小易啊，更差劲。孙大爷，易师傅是跟你一直待到下班吗？是啊，我们是一块走的，是5点钟左右。您是说就是下午3点至5点之间，你一直和易师傅待到下班是吗？对呀。 我们一直在一起啊，他如果中途离开的话，我肯定知道。易师傅没有离开过吗？安队长，你还在怀疑他吗？我跟你说啊，他绝对不可能是个凶手。这个小易啊，是我看到的最忠厚老实的一个人。他平时在我们单位里一直是热心肠。 谁那儿就是临时出不了车啊，都是他帮着顶着。他是我们公司啊，上上下下特喜欢的一个人。孙大爷，有没有可能在你昏睡的时候，他离开过？你说他装醉？不会吧？就是他装醉的话。 从我们这里到水库，来回起码也得一个钟头。难不成他会飞呀？孙大爷，您那么确定，邓总在下午3点40分给一直打的电话是吗？那当然了，那天邓总打电话的时候，把我和小易都给闹醒了。挂钟上确实是3点40分。 我还不至于老眼昏花到这个地步吧，孙大爷。邓总呢，的确是个一直打的电话，那确实是在3点40分，但一直却不是在公司接的这个电话。他录下了电话内容，然后利用挂钟的时间耍了个手段。他是把您给欺骗了，知道吗？这不可能吧？ 孙大爷，这电话里边有一个叫做呼叫转移的功能，一直就是通过这个功能完成了他的分身术。呼叫转移？对，这是什么玩意儿？我还没听说过。不好意思，孙大爷，我接个电话。哦，安队，你忙。哎，程环。 安队，一直失踪了，他甩掉了我们派去跟踪他的警员，并且我们找到了他所谓自己母亲的家人，他根本就不是一直的母亲。你赶快把一直找来，让他解释一下，看看他母亲的关系，然后我去申请刑拘证。
请讲，我收家具。家具，你去保护李小明，让古飞盯紧邓青山。对。大爷，您先忙，我还有事儿啊。啊，对，您慢走啊。啊，对，哎，好嘞，慢走。您回去吧。啊。往哪儿跑？安队，一帆留下了血液样本，我马上拿去给海兵。好。妈，今天高兴吗？高兴，特别高兴。你要是每天都能这样陪陪我就好了。哎呀，等我忙完这阵儿，我天天都陪你逛街，好吧？好啊。呀啊！怎么了？我包忘拿了。哎呀，你看你这记性！哎呦，快快快，我回去拿，快去拿吧。拿着，你等我啊，我马上就回来。快点啊！好啊，就在这等我。啊！别动！谁呀？你干嘛呀？信不信我一刀捅死你？啊！你的女儿在那边已经被我们另一个同伙绑架了。你不想她有事的话，就乖乖听我的话，走。微微，快走。我告诉你，最好不要乱动，要不然我弄死你。西威，你听我说，现在凶手已经暴露了，现在邓青山很危险，我已经派人去保护他了。你和你妈找一个人多的地方待着。我一会儿去接你们。好。喂，喜薇。安磊，我妈不见了，她刚才还在这儿。
找不见他了，你镇静点，你告诉我，你现在在哪儿？我现在在嘉兴商场的地面停车场。你等我，我马上过去。我在这等你，你快点。吴飞，你在哪儿？听好了，一直已经采取行动了，我派陈花过去支援你。 喂，邓总，晚饭做好了吗？你是谁呀？怎么，连你员工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吗？是你呀！哎，你想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你老婆现在在我手里。我可警告你。 你要敢动我老婆一根毫毛，我跟你没完！怎么，怕了？那你就准备和你老婆说再见吧。哎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想杀的人是我，你不能动我老婆。好，给你一个机会，我在西城区第二个红灯路口下面等你。如果警察来的话，你就准备给你老婆收尸吧。 我是警察，邓先生你好，我是警察。你来干嘛？我是来保护你的。我有事要出去一趟。一直是不是已经联系过你了？我跟你说啊，我有事要出去一趟。对不起，您现在哪儿都不能去。我老婆在他的手上，哎，你堵着我干什么？你应该去抓他们。我们会有人去保护他的安全，但是一直的目标是你。 如果你去了，就中了他的圈套，到时候你和你老婆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。你总不能让我在这儿干等着吧？请配合我们工作，对不起。哎，谁？ 行驶。 你这个畜生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气死我了！等车，你还要开我的车？哎，你还是老实的跟我走。好，我跟你去，看你能把我怎么样。走吧。 刚才回放了卫星定位系统，我发现邓青山的车在进入西城区西行第二个路口之后右转，
本行一公里处做了短暂的停留，我查看了那附近的监控，看到了他们一直上了邓青山的宝马车之后，两个人继续行驶，一直是一个人，我没有看到李红。一直啊，我跟你说啊，现在警察正在，全程追捕你，你跑不掉的。我知道。 我也没想过要逃跑，等我完成了复仇计划，是抓我，还是击毙我，我都不在乎。你把我老婆怎么样了？你有本事冲我来，你不要伤害她。你放心吧，你老婆跑着呢，一会儿你们就能团聚了。 我已经将定位系统发给你了，收到了吗？ 去哪儿啊？我妈。进去。哎，哎，你不要推我呀！我跟你说，少废话。你刚才扔了什么东西啊？这个你管不着，还想不想见你老婆了？走，进去。李红。 一直，我现在在你手上了，你究竟想怎么样？我刚才不杀你，是想让你死个明白。啊，我现在既然跟你来了，我就没打算回去了。但是我告诉你，你母亲的死跟我无关。无关？事到如今你还想狡辩？创业园区的项目。 那是国家的项目，我们元和拆迁，那是国家的正当渠道啊！一切都是合法的，而且当地的居民都拿到了应得的补偿金，都住上新房子。最后，只有你妈，她不肯搬走啊！她不肯搬走，你们就置她于死地！不，您，我已经知道了，是你们让我妈吃了激素类的药物。 才导致了他心脏病发作猝死。没，他们是瞒着我做的，我根本就不知道啊！你是根本不知道啊，可他们都是为了你。安队，邓青山的车已经没有再移动过了。 正因为你睁着眼闭着眼的纵容，才会导致那样的结果。你才是罪魁祸首，所以，我先干掉刘达和李小明，你这个罪魁祸首，要放在最后一个。你听我说，你妈的死，我是有一定责任的。可是，这并非是我的本意啊。对此，我深表歉意。只要你开口，只要你开口。 无论你要多少，我都会补偿给你的。补偿？
你说的轻巧，你以为你有钱能买到一切？你以为你有钱能让我死去的妈妈活过来吗？我只是想弥补我的过错，对于你妈的死，我真的很抱歉。抱歉？你以为一个抱歉就能抵消你所有的罪恶吗？一直，我很伤心。邓青山，你知道了，我的父亲走得早，我的母亲为了把我培养成才，吃了多少的苦，每天起早贪黑的去工作，这些你们都知道吗？我，可他就这样被你们这群王八蛋给害死了，他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了。西伟，你爸的车。哎，西伟，你让我去。在我回来之前，不要下车。好，好，好，我来告诉你另一个真相。你知不知道，你妈为什么不肯搬走？他不是嫌钱少，我们给的钱也不算少了。你妈是为了想等你，怕你回来找不到她了。可是你在外面都干了些什么？现在，你把一切责任都推到了我的头上，难道说你就没一点责任吗？别跟我说这些，邓青山，我只知道我的妈妈死了，她是因为你们才死的。你说这么多有用吗？能换回我妈妈的命吗？邓兴山，你不能好死！郭飞，车我找到了，但车里没人呢。安队，现在你面前应该有一条巷子，对吗？你穿过这条巷子，是一片棚户区，里面的拆迁户已经都走了。现在一直如果想躲的话，他可以躲在任何一个房间里。我觉得你一个人过去太危险了，你还是等城关到了，你们一起行动吧。不行，多等一分钟，邓青山就多一分危险。我先去了。好，你要我的命？可以，可以，你拿去啊你！但是，我只求你。你把我老婆给放了，只求我一件事情，把她给放了。对，你还不明白今天我为什么把你约到这里来跟她见面吗？你必须死，不但如此，在你死之前，我还要多杀另外一个人，那就是她。哦不，不不不，你要杀的人是我，你要抓的也是我，我求求你，你要杀就杀我。你不能伤害他。只有当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从你身边被夺走的时候，你才会去想想自己当初做过的错事儿。你们当初就是这样对我的。让你最痛苦的方式不是杀了你，而是让你眼睁睁地看着你最亲爱的人在你面前慢慢地死去。我也要让你尝一尝这种痛不欲生的滋味。一直，你不能这样做，你不能这样做呀！我求求你了！住手！一直，把他放下！放下！别动！我有炸弹！你不信是吧？放下刀！退后！我警告你！一直，退后！我告诉你，你这么做对你没有好处。放下刀！退后！好。今天我们就同归于尽。我说三下，一、二、好，三，退出去，冷静点，退后。这个本来是给我自己留的，今天就给你了。你给我站那儿，别动，退后。
别紧张，顾飞，邓青山被刺了，赶快叫救护车过来。另外通知指挥中心，嫌疑犯他驾驶香槟色宝马车向西逃窜。 告诉陈欢全拦截，快！城管，城管，你迅速前往西藩高速方向拦截一支。收到，交给我。 妈，放心吧，他不会有事儿的。青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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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医生，我丈夫他怎么样？青山，病人已经脱离危险，我们准备把他送到病房去。哦，医生，我丈夫他真的不要紧吗？他很幸运。 那一刀没有伤到内脏，只是流血过多，好好休息一下就行了。好，谢谢你啊，医生。邓叔叔，阿姨，邓叔叔情况怎么样？还好，还好。 既然邓叔叔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，你就放心吧。看你脸色这么差，回家好好休息休息。
别把自己身体弄垮了。我没事儿，放心吧。走吧。昨晚我在医院陪西薇来着，几乎一夜没睡。今天早晨开车的时候头还晕乎乎的，结果在路上就跟人家撞上了，交警处理耽误了好多时间。戚薇在医院？哎，她怎么了？啊，不是她，是她爸邓青山。嗯。